大家就都能来共襄盛举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中秋大团圆了。不用月饼来看蔡健雅演唱会就是团圆。<笑>我们的这个演唱会从2021年出发，中间我也生出了3张专辑，所以呢，到了高雄。 我觉得我们的歌单已经算是最营养、最肥美的歌单。如何爱你真相是？这不是意外，这不是。 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Oh,